今天好像有到。现在就是还蛮兴奋。听到跟阿瓦菲合作就是一个很非常兴奋的一个机会，所以他一寄给我歌，我还在家里录很多音乐的轨，然后我还寄给他们，然后也做了很多练习，包括刚才在后台也一直在唱。这个表演前置期到现在花了多久？花了多久时间？那其实我刚才唱情歌的时候还蛮感动的，就是那个看到大家会有一度想哭的感觉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因为我情歌很 sad， 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只要一投入感情的时候，特别是至少我还记得就是新歌，然后在唱的时候就。没关系，现实生活中幸福就好了。谢谢。可是你明明就很幸福，为什么你的歌都那么 sad？ 对啊。我觉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工作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只要一坐在写歌，就可以投入那个感情。所以那些都不是你过去的经验。现在有，我现在就是还蛮幸福，所以比较没有那么悲伤的歌。哦，好啊，过年要那给人家什么鲜花？目前还没有。那天要工作会不会提前庆祝啊？那天应该会吧，对不对？那会已经买好婚戒了吧？还是买好什么礼物要送？知道，我都还没想，你们要帮我想一下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把。OK。辛苦啦，谢谢。